好可爱，很可爱，对，很可爱，我懂了，那两只好可爱，哎呦，好可爱啊，五只吧，哎，五只以上哦。五只以上，五只以上。黑猴藏没？黑猴藏，对，黑猴藏没？这我还没看过。我也没看过。几个龟？哎，五只。眼睛就看得到了。几个龟？很可爱。漂亮啊！漂亮，是你。哦，这个姿势漂亮。干嘛带一条？漂亮。对，前两天他们不怎么说。狗乖。其实也算蛮多的。两只，哦，两只，两只。两边小兵哦，有台湾，有三个台湾弟弟，我都找不到目标，一只大一只小，对不对？我都找不到目标，我们看一下图片，看到有没有公鸡？是不是球？因为它的趾上很长哦，而且它没有往上翘哦，它是。它不像大冠，它是往上稍微是 U 字形或是 V 字形。不认识的话，应该会掉下来的。但是它会朝一直飞，你知道吗？只有放在底下。因为这边有山峰，有没有？它会沿着山壁往上飞，它就上飞的时候，它就。嗯，好漂亮。对啊，它这只三角形很大，就是。你已经用到坏掉了。别。哦。我看看。太远了，太远了。老师，它把翅膀压下去抖哎。啊，那就是凤头。嗯，现在在，等一下还在吗？还在，还在抖啊。欸，OK。奇怪，为什么？你看，一直压下去抖。哦，有准。有准。它是有准，可能是幼鸟，有准幼鸟。你看它肚子上面哦，有重斑，有没有？有。嘿。我看到是。黑猴藏，来，这边看过去哈，那个不是有一根最最粗的树干了没有？就是那一根最粗的树干的右手边的姑婆上面跳，有对，有没有？有，来。黑猴藏，哎，那两只好可爱，哎呦，好可爱啊！五只吧？哎，五只以上哦。五只以上，五只以上。黑猴藏没？黑猴藏，对，黑猴藏没？这我还没看过。我也没看过哎，好棒哦，新鸟种。新鸟种。好清楚哦。五六只有哦。哦，五只以上了，我刚刚数了五只了。对啊。哦，神鸟种。而且这只乖乖的，这只。哎呀，好乖哦。嗯。小弯嘴。对。小弯跳的好快。你有小弯嘴啊？有。小弯嘴几只？一只。一只哦，小几只？我要看，五只对不对？我刚才算了，是人家养一养不小心飞出来的。好。啊，不过现在已经，已经快要变成规划种了。哦，好。这是一个喜鹊的道理，九逃那个飞法是有九的，它跳好快。拿双手看，这个。对，要先拿公仔看。哦，小王嘴，一只，下一只。我玩的好像。小王嘴在上。哦。没关系，小王看过。嗯。黑猴藏没很熟。蓝雀停在那里啊。蓝雀哦，蓝雀两只。前面现在飞机你飞到哦，跑到那里去了。那水洞啊，天上水洞也有啊。那是白眉还是黄眉啊？蓝雀在喝水。老师，你那个灰鲸是白眉，那就没有分了。没有分。蓝雀有三只。我是对啊。三只在喝水。来。三只在喝水。好。那边很远吗？在蓝雀的远方。蓝雀五只啊。好肥啊。
那个前面那个四棵小树的前面，它很胖哎。就是一个公鸟，公鸟，公鸟对。是一只会停在地上走路。那前面就有一只会停。就是那个看到的，看到那个。啊，前面是灰精灵。对，前面是灰精灵。哇，你看它跳出。没错，是。飞走了，因为它已经嗡嗡了。啊，是这样啊。对，小鸟如果在嗡哈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不是鸟，是这样。啊，不是我，我只是记得它。靠近我们这一侧有一只金鱼，光线超好的。对，光线超好。金鱼，它那个腹部长到一个。哦，金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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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往那边 走过去，对。一样一样一样啊！好，走。野区，底层野区。现在公的不流行，要猛的。对啊，反而找不到猛的。这个可能要趴下一下，刚好刚好那档。在哪个位置啊？树下，树下，靠近树的底层。哦，在那里动看。他屁股朝着我们。大便了，大便了，等一下走了。野区公的。
可是还是有那个芦苇虫。还是有挡吗？